艺人杨丞琳演艺事业同样是蒸蒸日上，不但主演的偶像剧收视创佳绩，还推出了他的新专辑。下午他拍摄了新专辑的宣传照，穿着复古的婚纱亮相了，非常的漂亮，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他还爆料说自己曾经当过落跑新娘，同时先预告一下，明天杨丞琳将要在节目当中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挑战当一日主播。先来看看他今天的现场活动。穿着全白复古婚纱，艺人杨丞琳甜美亮相，拍摄新专辑宣传照。虽然不是第一次穿上婚纱，还是免不了被问到终身大事。有一点异国风，然后带一点复古的感觉，应该是我会喜欢的。一定要露酥胸，一定要，而且一定要大露背。虽然短期之内还不会结婚，但对于婚礼，杨丞琳倒是很有规划，不但要异国风，还要大方展现好身材。很有想法的她，其实还当过落跑新娘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遇到条件好的男生，可能就会选择嫁为人妻了。可是对于20出头的自己，真的还没有准备好。对，我很难想象自己当人妻的样子。当时，如果能重来，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？或是等待。新专辑的主打歌描述的就是落跑新娘的心情。对于有过类似经验的杨丞琳来说，诠释起来似乎更有感觉。